迎大家订阅新电视频道。加入成为星电视 YouTube 会员，支持良心传媒，观看独家视频。成为星电视 YouTube 会员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、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、 VIP 互动机会。快点加入星电视 YouTube 会员啦！各位听众大家好，这里是星岛中文电台对话何人节目，我是何人。拜登总统在波兰讲了一句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，搞出个大头佛，被人质疑他是想颠覆俄罗斯的政权。国务卿布林肯、白宫发言人喇喇声出来解话，说没有这样的意思，真正的用意只不过是普京无权入侵第二国家啫。拜登自己都出来解释埋一份，话佢当时太激气，要表达佢嘅愤怒情绪。咁样嘅解释就太过无力，系唔会有人信嘅。我认为其实拜登讲呢句话真正嘅意思就系字面嘅意思，希望能够赶普京落台，事后的解释冚唪唥都冇意义，反而越描越黑。因为颠覆第啲国家的政权呢啲话，美国一直都喺度讲紧，甚至呢啲事一直都喺度做紧。拜登跟住佢嘅前辈讲，有乜出奇啫？佢弊就弊在生不逢时。在美国现在国力急剧下降之时，才轮到他做总统，撞啱个对手又是俄罗斯。做就固然就冇力做噶啦，连讲下都要被人追住要解释。唉，我都戥他有啲唔抵啊！前嗰几十年，美国要推翻第二啲国家的政府，一言既出，甚至连讲都唔使讲，立即去马。各种手段做咗先算，边度有咁多阿支阿助噶？越南嘅吴庭炎、南韩嘅朴正熙、智利嘅阿连德、巴拿马嘅洛列加、伊拉克嘅侯赛恩、利比亚嘅卡达菲，呢啲政府嘅冧档，个个唔多唔少，或明或暗，都有美国嘅指毛喺度。美国从嚟都唔使认错嘅。吴庭艳死于军人兵变，据讲是因为处理内政的时候不听美国话。金乃迪总统其实只想拱他落台而已，就没有想过要杀他的。不过发动兵变的将军不想留下他，所以抢先拿了他的命。就算是这样，金乃迪有解释过吗？朴正熙即是刚刚坐完监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的老豆，死于部下行刺，表面上和美国无关，但是一直都有传言话是美国幕后指使的。美国有解释过吗？民选上台的智利左翼总统阿连德坚守总统府，被政变的军人冲入来打到黄蜂斗咁，人哋话系中央情报局一手导演嘅，美国有解释过咩？就更加唔再讲嗰啲美国明目张胆做嘅嘢啦。美国要推翻洛列加，美国国会谴责佢，白纸黑字话要解除佢嘅职务，最后出兵入到巴拿马，首都拿来判监30年，卒之坐咗差唔多20年先至放。跟住又将佢送去法国继续坐，一直坐到死。美国有认过自己错咩？美国出兵伊拉克捉咗侯赛恩，最后将佢问掉。美国有认过自己错咩？
跟住又出兵利比亚，又捉咗卡达菲，交俾部民私刑处死，仲侮辱尸体。美国有认自己错咩？美国颠覆呢啲政府，点解唔使解释？点解唔使认错啊？无他，实力摆喺度。嗰阵时美国系世界警察，做嘢唔理系明嘅定系暗嘅，都系执法，冇错嘅。况且呢啲俾美国推翻政府嘅国家，同美国相比都系鱼腩，俾人追仲边有声出啫？但系而家就唔同啦，美国已经冇咗咁嘅能力，所以特朗普讲到明话唔再做世界警察。更加重要嘅系，对方竟然系俄罗斯，喺世界军事强国排名中排第二、第三。乌克兰俾佢打，拜登唔敢出兵帮拖，唯有就开声闹几句，咁都唔得，咁都要解释。你话系咪美国嘅实力今时唔同往日呢？唔寻求改变中国嘅政权，系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主席重申嘅四不一无二之一。如果我冇记错，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就得中国同俄罗斯呢两个大国能够享受呢个待遇，得到美国嘅呢个承诺嘅啫。但系咁唔等于其他国家就任得美国为所欲为。委内瑞拉嘅马杜罗同美国死撑，放喺以前佢嘅政权都几危险，但系时至今日情况唔同啦。美国虽然一直唔承认佢，仲搞个瓜伊多出嚟同佢争正统，好似随时要攞佢命咁。好衰唔衰？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，搞到油价大涨，美国仲要派人去搵马杜罗倾，哀佢增产石油，认晒低位，连自己一手扶起嚟嘅瓜伊多都暂时唔记得咗。呢、这个就系时也势也，冇扶。美国同西方到而家都掌握住强大嘅舆论机器，打起口水仗上嚟，绝对系唔会输蚀嘅。但系近日都觉得有啲渐感吃力啦。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、是、佢攻击敌对阵营嘅嘢，有好多过去自己都曾经做过，甚至而家都仲喺度做紧，实行双重标准。点都会令到自己有啲唔够理直气壮嘅，比如话中国喺新疆种族灭绝，中国就怼翻转头话美国同加拿大迫害印第安人，劣迹斑斑。美国话中国嘅实验生物实验室放出新冠病毒，自己嘅德堡实验室就有把柄落于人手。呢几日俄罗斯仲话，在乌克兰找到美国研究生化武器的证据，追着要美国解释，搞到美国多少都有些狼狈。美国国防部用军费资助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研究病毒，证据确凿，说完全没有这件事，似乎就很难讲得过去了。但是大家即管放心，美国还未衰到要在这件事上低头认错。最后如果被人逼到埋墙角，我想美国军方会说，没错，我们是投资乌克兰研究病毒，不过不是为了制造生化武器，而是为了防御生化武器。至于人家信不信，有多少人信，就话知你了。毫无疑问，美国和西方现在的舆论战能力还很强，但是这种优势不是永远都不变的。在内部有前国务卿蓬佩奥承认我们欺骗、讲大话、偷东西。在外部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美国是谎言帝国。这些这样的事日积月累，是会动摇美国的国家信用的。实力衰落，再加上信用破产，咁美国同西方啊，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嘅境地。
所以唔该嗰啲政客谨言慎行，无论口讲嘅定系手做嘅，都要认真过一过个脑，唔好再噏得出就噏，做得出就做啦。